据报道，27岁香港女星蒋嘉明在2012年演出情景喜剧《爱回家》，扮演乖乖女马子妮，成为新一代宅男女神。没想到角色突然消失在夯剧中。事隔5年后，真相大白，原来她2013年接演电影《第一次不是你》，饰演一名援疆妹，还有大量激情床戏。她首度担任电影女主角，还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没想到电视台起初认为他拍的是爱情片，原来尺度惊人，加上被曝工作态度差，因此激怒高层被踢出剧组。人气蹿升中的蒋嘉明被冷冻将近半年，消失100多集后才再度回归剧组。不过他消失的原因曝光后，网友也批评电视台小气，观众分得清何谓演何谓真实。